点都拢无看。各位同学，阮即摆开始上课，请各位同学请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在读书啊，哦。好，好佳哉。啊，讲了读书吼，可能吼后期吼，秘书长讲你卖讲啊，我得阁无学的机会啊，吼。咱即摆吼，本来是有48条，咱爱注意的事项吼。啊，因为吼，咱想讲，咱这个社会家庭要改革，为查某人开始吼，咱这个事项是非常多啦。所以我这点钟吼，咱要来另外讲一个另外的题目吼。所以，每一个如果若讲高级班啊，毕业了后吼，啊，搁再来上啊，搁来加减啊听吼。我讲的题目标题是相同，内容都是不一样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一摆会当讲一部分尔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认真来研究吼，互咱的家庭一定足幸福，啊，咱的社会一定很祥和，咱的政府咧，咱一定会。很富强，安尼好不？好，为咱起码开始啦吼。那个换另外一个题目，刚是？哦对，对对。咱即摆要讲的吼，就讲妇孺呢，就是人类的第一个导师啦。因为妈妈就是小孩子的第一个老师，所以足重要吼。咱即摆讲优秀。有优秀的妇孺吼，咱才有优秀的子弟。咱这个社会国家吼，才有好的人才。国家呢，才会强盛吼。啊，台湾民政府爱为妇孺开始做起啦。所以讲，咱拄只讲啊，咱要安怎来执政？这是临时抱佛脚的啦吼。但是阿伯啊，咱妇女会要执行的，从家庭开始，从我们的优生学开始啦哈，进而才能改变全部的台湾，才会当改变啦。哦，所以讲基础爱为女人拍起，因为呢，先进的国家注重妇女，伊才会进步。那卖个停留伫古早迄个哈啊，女人。好像佣人安尼吼，迄种的想法，所以讲吼，查甫人是天，查某人是地。虽然是讲咱绝对爱尊重男人，但是查甫人你嘛是爱疼惜妇孺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你若是要有好子孙，你绝对爱予查某人心情较好咧。啊，无你的影响足济代，一直在你的基因内底有生气的身体，你的基因的突变，你一定影响到后代，这足严重的，对不对？爱探讨无？系足严重的哈。所以讲哈，咱这个优生的问题哈，是讲干那单单一个技术性的哈。因为我是读医的啦吼，西医读到中医，读到啥物无所不至，拢去读到即马吼，才会当徛伫遮讲话吼。无我拢会时常下骨头壳疼吼。啊，所以吼，咱即个技术性从生物性医学模式
是完全不是解决的问题啦哈，必须注重哈社会因素啦，咱这个社会因素，人的心情控制咱整个身体的结构啦，哈，所以包括这个伦理的教育哈，心性的心性修养加环境的熏陶，因为优生学呢哈，牵涉到哈社会学加伦理道德啦哈的问题，社会因素哈会起指导的作用哦，哈决定性的作用哦，所以讲这咱拢无注意到，其实这就是基础啦，一个人类。以一个社会、一个国家，伊的成败的因素是这样哈，是因为缺乏完善的伦理有力的措施啦。咱一般像即马台湾的社会哈，伦理丧失啊，足侪人咧杀老爸啊，讲讨无钱就爱甲杀安尼啦吼。哦，这新闻恁定看嘛吼，这绝对咱。台湾民政府执政不允许有这个发生呐、啊，咱百事孝为先，对不对？你若未友好，是大人辛辛苦苦甲你生、甲你请，你阁会当对朋友你的上司偌好？你敢要相信？绝对无会相信呐、啊！上界大的阴精人就是咱的父母啦、啊，咱的阿公阿嬷啦、啊，这种。无条件的付出，是希望你成龙，希望你成凤啦，拢无想要讨代价的啦。这你都袂当对伊好，你阁会当对啥物人好？所以古早人吼，也要做官啦，要做什么贤人啦，一定爱看有友好无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即马台湾民政府咧，为咱即马开始吼，咱呐唔捌咧注意讲这友好的问题咧，为即马转去吼，阿母啊，你若拢请迄个花佣吼，咱甲花佣接过啊，亲亲捧来咱是大人家安尼好无？好，恁的是大人惊一条，望看你有发烧无？你讲无，我无发烧。吼，爸爸妈妈，我已经改变啦，我即马开始，我即马就是要来教育台湾人。我为家己做起，啊，厝边隔壁你都忙甲我讲歹话呢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先甲你巴结啦，啊，你出嚟拢爱讲我真友好呢，哦，为咱做起，啊，若无咱就破功啊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你是人，搁去外口倒啊，倒讲我这个要做啥物官，啊，都唔捌咧看见我吼，啊，我看惨啊吼，咱这个官歹做啊吼，所以咱足重要，为咱家己做起，为即马起绝对爱改变。佮而且，翁若无咧关心某个咧吼，即马转个吼，一暝斟三下，本来无咧，即马斟三下好无？啊，太太若无咧，甲老公吼，生来拢爱三日，生来三拜啦，好无？哦，互老公惊着话，老公无来嘛吼，啊，话是太太无来嘛，互惊一条讲，啊，你毋是，你是伫发烧啊，吼？啊！你讲无，我即马学着吼，要安怎对待查甫人？啊，查甫人讲要安怎疼查某人？哦，哎，安尼伊就袂惊着嘛。哦，啊，即马你嘛爱对我较好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那每一个人家庭像咱四千人吼，为这家庭大家拢笑眯眯、足圆满的吼，啊，搁家即个优生学练的好，咱生的子孙媳妇为。咱的新妇怀孕开始，为咱的某怀孕开始，都予伊心情足好。恁后摆啊，恁家拢有状元的，安尼好无？安尼吼，绝对真紧就会把这个台湾的社会全部拢改变过。要相信无？啊，像阮的囝吼，当然要甲斟一下，袂使坐落啊，袂使入去房间呢。啊那，哎，熟悉的哦。因为吼，我看到吼，过去我讲一个故事互恁听。阮阿姆吼，中风倒伫遐五个左囝，啊，大家当然拢徛喺门床，嘛，啊，娘，你有较好无？上加手牵一个娘咧。啊，因为我是医护人员嘛，啊，我着袂惊病人对无吼？啊，那我爬起咧，为头甲撮甲尾安尼吼，
到尾死啊，规世人拢甲阮老母讲，你生这查某囝有够乖啊！啊，学落啊，甲死拢还咧学落呢。啊，阮阿叔嘛是咧，阮阿叔送去家护病房吼，我甲护士讲，哎、欸，你休困一下，我内行的吼，换我甲阮阿叔服务一下呢。我入面问阮阿叔讲，阿叔，啊，我什么人你知无？摇头，唔知。我吼、哦，穴道规身躯拢甲伊点点咧，好半点钟。好，我知啦，你到阮大兄的祖囝，啊，你到什么人？哦，当然是规庄啊，明仔载退营，规庄学老透透啦。啊，这足好用的呢，因为爱会使人家有生命再生。一种活起来，阮阿姐本来都要回去啊，都搁活起来，搁活几若冬呢。啊，几若冬拢替我宣传讲，好、哦，阮老爸老母生我有够对的安尼啦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我感觉讲。这个好的代志，我着甲大家人分享吼，希望大家嘛会当吼将近要去天堂的人留个美好的回忆，感觉啊，这个世间要够相对我足好诶，伊嘛感觉心情介好啊吼，所以阮阿姆吼，学落家定定都学落诶啦，吼，阮老母讲，哦，啊你安尼甲掠掠几下啊吼。啊，比人安尼饲规世人安尼，拢家饲的吼，拢无学落啦。啊，敢若我定规个啊，较好用啊，你较巧，讲我较巧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我自这个感受，我教阮两个查某囝，我就是诶，细、欸、汉我就拢伫天主教病院上班啊。啊，收入嘛，看阮安尼摸来摸去，我感觉美国人摸来摸去，毋是无原因的呢。咱吼受过避暑。啊，拢徛远远，啊人吼、哦，人讲肌肤之亲呐吼，不是只有夫妻而已。你朋友呐，定牵伊摸来摸去，定牵伊牵手啊，相信一定好，迄磁场愈来愈好啦。人讲会电着嘛，传电嘛，对唔对？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大家都爱好来好去，尤其咱的动心的，唔好干那嘴讲动心的尔，啊，拢在内斗不好啊。吼、哦，好不？嘿，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这腰酸斜吼，最重要的就是讲吼、哦，诶，唔是干那这个迄落，伫咱即卖基因内底在研究尔啦。哦，咱的即卖干细胞啦，即卖干细胞啊嘛，拢去读啊，拢有拍起来呢吼、哦。所以讲那个是很重要，没错，迄是科学。但是我们的伦理道德啊，规范呐、啊，胜于我们的科学啊，吼、哦。因为每一个人，我读医学读到尾后，我拢不爱做医生，是啥物原因？因为我认为你敢若用医术要来救人有限啦。为啥物人师傅啊，还是牧师哦，要救人一讲规大堆，伊拢也免出一点仔力，也免用药啊。因为每一个人的精神控制每一个的细胞，这足重要诶。哦、所以这不是胡算哈、哦。来，咱下一条。基本上咱就是讲到胎教了哈、哦。胎教的是哈，胎教伊无加这个门拍落啊哈。哎、欸，啊，怎么没有了？这一对。做不好势啊，安那无？不要紧，我用安尼讲吼，这无真深啦吼。只有四张。哈？只有四张呢。安尼哦，我刚拍无好势。胎教吼是母教啦吼，咱就是讲，咱若要教咱的腹肚底的红孩啊，你爱先教迄个老母，老母写好习惯，控制他的情绪。伊所为都是给小孩的一切，所以讲，咱不如说先教母啦，啊，新生的小孩哈，也许知道是真的假的。要安怎知影呢？这个囡的老母生，伊会当查出伊老母是真假，所以呢，可以知道子女能够有孝悌，还是会当。从德上来哈，能够拜忏，还是会当作孽上来，拢是看这个老母，伊怀孕的当时啊，
所以讲，咱这查甫人啦吼，咱的男士，咱民政府的男士大官们啦吼，领导若有要生产的人，你要好好来对待。啊，那是讲有这个阿公阿妈的人吼，顺续甲我传话一个，恁的新妇若要生，你一定忙吵吵念，一当忙嫌东嫌西，让你的新妇逐天懊恼，安尼影响后代，唔是十八代尔，足济代，逐项拢会影响。这个不是胡说啦。所以讲呢，咱若是逐个人会当遵照安尼啊，我都要生好子孙。哎呦，我的好新妇的啊，逐天吼拢甲娱乐吼。你生出来阿孙啊，一定足乖啦！你逐工甲念，伊逐工伫遐流目屎吼，你逐工都迄囡仔哭袂煞，拢伫遐骗袂你啦！你要相信无？真正哦，啊有迄隔代遗传的吼，歹的基因特别作为遗传的呢，吼，家己若细细念吼，啊你的孙嘛是后摆也会安尼呢，啊都规家念来念去啊，所以哦，要从自己断了根，咱的歹习惯家己。断掉，你才会遗传下去哈。所以哈，咱查这个老母，伊怀孕的当时，伊本身的环境，伊的心情，你会当生到什么款的囡仔？所以讲，这足重要。骂查某人哈，查甫人为足爱骂，骂了足惯势嘛哈。啊，所以查某人哈。为人就讲好啊，啊你都没了关系啊，我嘛甲当作笑诶，我也无爱听你。毋过伫心肝内呢，伫生气，那影响小孩也是很大。所以讲吼，打女人迄种杀气吼，女人不还口，不还手，气愤存在心里，一定后摆诶子孙啊，即、這个胎教。一点不好，也是会遗传下来哈。所以讲，世世相传，胎无穷，不是打骂女人害处吗？所以呢，咱绝对以前有迄个习惯的查甫人啊，尤其咱民政府这四千人啊哈，咱家是经济啊哈，咱绝对爱把这个习惯改掉，哈。所以讲呢，咱把所有的歹处改掉，为一家开始，我们台湾民政府将来世界第一，真正的一定要从为基础开始打起。来，咱胎教吼，会当生到健康，还是聪明、素质理想的囡仔无吼？这四大人是最大的希望嘛？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人类共同的愿望哈，来自于古老以来哈，都被人们非常重视的问题。但是即马现代，拢总失去这个观念啊哈。古代的胎教哈，认识胎儿在母亲母体内哈，就可以开始接收到妈妈的影响。跟认真其妇女伊个精神，伊个谨言慎行吼，一定要清心养性呐，遵守伦理礼仪啦。所以讲为伊家己做起啦。你若讲啊，以前清清菜菜，即马。怀孕的时阵，为妈妈嘛家己开始做起，对翁、对公公婆婆、父母亲开始做起，你的囡仔就开始在学啊，吼、哦，安尼足重要诶。茫讲啊，你生出来囡仔歹饲无健康，搁刷咧囡仔乌白闹，刷咧出去搁歹教搁干，迄是拢你家己的责任啦。但是妈妈的责任，身边周围的人。也是要给一半的责任，哦，会影响到他的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讲《史记》内底哈，有一个记载的是讲太任有任呐，哈、哦，就是讲太太伊有心的时阵哈，莫
目睭无要看恶行，迄恶的色相无要看，听嘛无要听淫声，你口不吃傲言呐、啊。太任吉所说的，失其太任王文王之母呐，迄个文王因老母，伊家己失落啊。以前宫廷内底的教育足严格的，就是讲绝对袂使听到歹话。啊，你像我伫日本研究所吼，阮的老师吼，伊古早都有经过训练的，因为因阿公是进士啦，他们就有学到皇宫的那种规矩。哦，阮讲话定去有骂啊，但是伊袂甲你骂歹话啦，讲你没有教育安尼尔。你那是无钱，你袂使讲迄字哦，一字分一字八迄字哦。你那讲到迄歹的字体吼，都不可以。然后吼，你跟他出差，皮包不能放在椅子上。你伊讲那个在放屁的，你不遵守，你不尊敬财神，怎么会有钱？吼、哦，你个皮包啊，甲藏着，伊啊，你都袂使哦。吼，搁而且吼。各一个物件，讲因较早吼，家己不能做伙，捧物件用安尼捧，安尼嘛袂使。讲你穿开，拢甲我穿落遐，无卫生开头壳。所以吼、哦，日本人的教育是足严的，但是对我们将来都很有好处啦。吼、哦，啊人讲三岁就要看到八十，所以怀孕当时到。三岁以前，妈妈要教好这个小孩，一生他的好歹就在你这一生。所以讲七岁嘞，看终身呐、啊；三岁看八十啊。所以你到这个要去学校的进程，家庭教育一定要严格。那么，那是咱的责任，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妇女会所有的成人。成员了哈，一定要严格来执行，从自己开始，好不？啊，咱即马现在有几个是妇女会的？举一下手好吗？可能没有吗？哦，有啊。咱只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哈。有一寡安尼在烧香人的酒拢会讲，啊，你莫去妇女会啦，妇女会的民间团体啦。啊！迄妇女会唔是官啦，吼、哦！我受伤足重啊，你敢知？我吼郑重声明，咱主要初级班、高级班拢总是公务人员，但是咱的工课较轻松啦，都是举手之劳。咱妇女会要做的是做教过咱的人民的工作而已啦。吼、哦，教育方面，在护理方面，就是医疗照护方面。每一个人拢会晓啦，啊，咱若是讲要去做官，敢有大家拢一样做？有自信无？啊，若无吼，拢来妇女会啦。那是这个是最好的号召啦，吼。那卖自信讲去做迄个啊，这一定都较好啦，吼。我看薪水拢相像啦。啊，我甲你郑重声明吼，迄无读册叫伊倒来读册，我们绝对不是民间团体啦。是社会局、社会局，不是在赚钱的啦，在付出的啦，就是在照顾百姓的机构。咱管政府、市政府有社会局无？啊，我们是属于单独的一个团体，但是属于社会局所做的工作啦。安尼有轻松无？啊，因为即摆妇女会呢。咱较麻烦的，就是外籍新娘很多啊。咱的文化、教育、语言，咱的习俗，我们要付出相当的代价，才会把台湾文化找回来啦。啊，无印尼的教印尼，菲律宾的教菲律宾吼，咱拢变唔知对一国啊啦吼。所以吼，咱爱用心一挂啦吼。啊，咱即摆吼，搁再落啊，就是讲，即个中国医学吼内底吼有讲到即个七情六欲吼、思维活动吼是内咱的脏腑、
功能密切的关系嘛。所以讲，咱每一个人心情会影响细胞，影响遗传，就是爱讲到呢，咱的脏腑，咱的器官的问题，咱这个整体的一个器官受，一个思想行为的约束，会当讲互相协调，维持内脏的正常功能，是在喜怒哀思、悲欢惊恐中啦、啊。所以讲吼，咱就是讲，咱的气血杂乱，脏腑的功能吼失调，孕妇便可直接影响到胎儿的正常发育啊。所以咱若在生气、心情无好的时，你这个囡仔生出来，某一项方面一定无健康啦、啊，无全部嘛是有一部分啦、啊。哦，你讲，逐工拢咧生气吼，肝一定拢无好诶嘛，对不对？一逐时咧悲伤吼，你肺也很不好啦。吼、哦，你逐工咧惊吓，一定心无好啦。伤过欢喜会伤着心啦。吼、哦，所以讲，我们的五脏六腑，就是由心情，咱的心情来掌控。所以讲，对于每一个人。你，咱摕到这个地位，不过，咱一定要把台湾建立到足好。咱每一个人，唔是讲到囡仔尔尔，咱家己身体嘛要顾好。所以，要身体顾好，唯一开始，甲咱同心，大家人变成一个大家庭，大家都很快乐，安尼好无？安尼就大家拢要足健康，拢食饱饱，好无？安尼咱才会做较侪代志啦，吼。啊，嘛会领较侪钱，对无吼？吼，卖安尼领两三档啊，都退休啊啦吼。啊，咱的情绪吼对胎儿的影响，情绪对胎儿影响吼，出于吼某些主观唯心的臆测，而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。现在的科学吼做了很多研究跟探讨。黑龙一定有科学证明，唔是胡说的吼。为讲看不到的东西无准绳，那么你们呼吸那个空气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啊，无就无生命啊！啊，你讲看不到，啊就没有证明啊，就不相信了。啊，我讲心情，啊心情嘛是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你那是在受气啊你。表情卖出来，人嘛唔知影你在生气，看不到，不是没有东西，有东西的哈。所以讲，如果我们学者哈研究发现哈，情绪使血液中哈产生健康跟化学物质，而且消极的人哈血液增加很多有害物质哦。好，所以讲，我是有研过。研究过癌症的专员，癌症它不是病毒，也不是细菌，是恁家己的心情压力所产生。然后你给他什么原料，就是讲你爱食到胶原的营养，而且肉碱性不要酸性太多。你那是讲像甲比作一个产品，你予伊的原料无够多，生出来。诶，这个生产出来，这个原料是无好的，吼、哦，就是敢那讲你厝，啊，都无正常诶，迄囡仔生出来就是唔正囝，啊，咱的癌细胞就是咱家的唔正囝，因为安那无该讨钱，哭哭讨啦，无需要哭哭讨，啊，你予伊的伊无爱啦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自己细胞攻击自己。但是它这个细胞的信号呢，直接打到你脑袋的信号都是错误的啦。无该叫伊出来，伊独哭叫伊出来；啊，无该叫伊停的，伊哭哭着啊。所以都是信号，它这个里面细胞基因里面的信号传达错误，所以家己自己攻击自己啊。无需要生的所在，伊哭哭生；啊，无需，迄落无需要爱减掉，伊唔减啦。安尼吼，
所以这错乱，这叫癌症。所以癌症不是一定要死人呐、啊，只要你心情去改变，癌症是最怕氧气啦。你去空气较好的所在，卖去迄没有氧的地方哈。啊，伊上惊碱性呐，你若食弱碱性的东西，伊上爱酸性食物啦。你若酸性食物了，伊该生一堆啦，吼，伊个发育偌好咧吼，你好细胞斗不过他的坏细胞啦。所以讲吼，除了我在妇女会服务以外吼，我捌伫电视台做健康节目啦吼。我唔是啥物大牌医生啦，不过我可以跟你讲，五十几年的行医经验吼，中西医不好的来问我啦。免费提供资讯啊，健康咨询啊，哈，都知道原因啊。因为安那做一个医生的基本条件，你要会看病啊。啊，你那一般袂向来拢用药啊咧包哈，消炎止痛的哈，过敏的啊是类固醇下落中包啊啦，伊唔免半片嘛，会暂时会互你好啦。啊，但是愈来愈严重啦，安尼啦吼，哈。啊，这个题外话哈，是讲咱民政府要做好以外，咱嘛是爱身体健康啦，要心情愉快啦。啊，即马去吼，咱若每一个东西要看到，拢爱笑眯眯，好不好？像咱这个意大利这个大哥安尼啦，安尼绝对健康啦吼。看到人笑眯眯，人苦眉愁脸嘛是搬不下来吼，嘛是爱甲你笑一个啊。啊！但是我捌拄到迄，你甲笑者，伊讲你笑安尼吼，那伫台湾拄会到啦。你不要在意啦，慢慢啊，咱来改变啦吼。来，啊，据一些学者吼研究认为吼，孕妇的情绪受到抑制的时候，胎动的频率吼强度比一般拢较强啦。啊，所以这个烦躁的情绪嘛是会当。使这个婴儿哈、哦、超量的活动啊，所以讲这些东西一个医学科学的证明，会当讲真正咱的情绪都是会影响这个囡仔啦吼。讲到这，大家拢要相信无？咱当然有厝邻上要有心吼、哦，开始要有生命的时候就开始来准备这些工作哈，规家叫叫的来开始会议讲，咱即马要生一个好子孙，大家拢爱较忍耐，啊，都爱较合作的安尼啦吼，安尼都绝对有效啦吼，啊，绝对后摆啊吼，咱一代比一代好，吼啊，所以讲这胎教的试验吼，日本吼有一个学者吼，做一个进行实验，就是讲用127个青年的孕妇哈，对做胎教哈，啊，为去给做体操啦、看电视啦、欣赏音乐啦、玩桥牌啦哈，有选择性的读书啦哈，精神丰富多彩，心情终于保持非常愉快哈，最终哈，因材制造工程术啦，伊这就是讲。雕工经127个，啊，就是设定下的环境，让他，在孕期当中过了真好诶，吼、哦，生出来囡仔呢，非常的聪明啦、啊，所以这是会当设计诶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讲啊要生水啦，啊要生歹啦，我相信也可以，因为吼、哦，我伫即个妇产科照顾诶，吼、哦。我感觉第一胎的囡仔拢大家拢生爸爸啦，你要相信无？足济个哦，八成拢生爸爸是安那？女孩子比较注重爱情，所以吼、哦，拄啊结婚，甲老公爱到要死个，那脑袋里面都是老公的影子啦。所以囡仔吼生出来拢生爸爸啦。啊，第二胎我要烦死吼，就开始咧骂翁啊嘛，啊生出来就生家己啦。真正你去遐观察哦，我看八成拢安尼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若要生什么人吼，什么人基因较好吼，要生什么人，你头壳内底都想什么人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古早有一个凤仪先生吼，咱拢专门咧教查某人，
啊，要安怎教查某人来孝孝是大人，安怎孝敬公婆，要安怎做人的好太太？这个王凤仪先生吼，我这是为伊遐学来的啦吼，啊，加上我读医学的，安尼该凑一凑吼，啊，所以这改变人类吼的素质吼，是足重要的一门学问咯吼。所以吼，千年的大业吼，创造这个胎教，这是一定是子女义学开始啊，义学的对啦。所以讲这是足大的这个工程，但是每一个人啊有遵守，是这个社会足好足好改变嘛足紧的吼，这个诸路普遍的受的教育啊。所以讲每一个团体，伊这个组织要会强无，一定要透过教育。唔好，你想你的，我想我的，我讲我对，你嘛讲你对。啊，秘书长讲的，大家拢要爱做头。哦啊，伊本人无安尼呢，伊本人就是看阮老爸讲家的肖像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啦。你每一个人，老比你较敖，咱拢讲尊重嘛。咱台湾人吼，啊，足奇怪的，你若甲讲对一个敖，伊就甲你安尼。鸡蛋挑骨头，安尼好，一直讲讲伊对答无好，安尼讲互你听吼，迄足奇怪，了足侪时间，伊嘛感觉会好呢。啊，会讲学落，伊都无要学落，敢那会学落会了一块肉安尼啦。所以这足凄惨的，你敢知？咱若看到高人，看到会晓的人，咱一定爱甲学落，甲伊这个行为弘扬出来，让大家来学习呀。啊，咱唔是啦，灭掉，把它灭掉。把伊咬的拢灭掉，啊，让伊唔敢去表现嘛。哦，这就是讲哦，即马现在咱台湾人非常非常歹的习惯啦，袂尊老敬贤啦，该尊重的人伊无爱共尊重啦，拢我比伊较大呢吼。我有伫台北开即个起科，拢做日本人啊吼，日本人的习惯吼，因。一个团体出门哦，厝里啥物人发生代志，通知来。迄阴暗哦，因实在足爱耍个，拢待伫房间底，拢无出去，默哀。台湾人我看到啥呢？丈人啊，过身讲来啉香，讲面红光光啊，啉酒啉啊，才来啦。啊，穿白袍啦，啊，这边哪讲？这真啊足凄惨个呢，一点啊忧伤没有。你有看到搞鬼案的无？啊，讲因小弟吊伫树仔遐死吼，啊，讲伊去卡拉 OK 啦，因大兄啦，安尼像什么水桶？吼，卖讲提桶啦，像什么铁桶啊？吼，咱这台湾的人吼，这种的吼，一定爱改革啦。吼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尊老敬贤，一定要注重伦理道德。像咱最近。分出去遐人有无？遐有够大无？秘书长做一个秘书长尔呢？啊，一个副主席啊，什么总理？遐有够大呢？因阁嫌无够大，要甲迄秘书长夹出来，因要家己当家做主啊？那什么铁桶啊？这真正绝对唔好安尼啦！安尼会成功无？绝对袂成功。所以到最后哈，失去的很多啦，一生当中身败名裂。当然啦，主政的时阵因就知啦，就知啦。即马应该爱后悔，正对，阁继续再搞，因为安那拿人的手短啊。你不要继续搞的话，也许人不能放过他啦。所以讲，咱人不能一卡打唔掉啦。一定要慎重，尤其我们的观念哈，咱一定要注意啦。以后会更多，人遐若讲摕几十万的，后摆啊，也许咱的代价愈来愈悬嘛哈。台湾民政府要执政啊，甲执政啊，人会阁摕愈济代价出来，我们一定要步步为营啦哈。咱的议长讲的哈，匪谍就在你身边呐。随时你都会受害啊！一定要注意，咱心头一定要聊定。
只要你不贪，绝对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对。咱贪遐济要创啊？秘书长讲，后摆啊，咱的薪水几倍？对啊，我是讲一倍就盖好啊，我都用袂了啊，要招人斗用啊，吼！咱无需要俭俭啊，用福报较袂用了的啦，吼！咱人莫讨债啦，啊，够用就好。敢有你像即马王金平，伊唔甘愿讲要搁斗争嘛，吼！啊是安那？依我想啦，咱洪仲秋的代志，军事法庭停啊，对不对？民间法庭上免停吗？我看是抓一个芝麻小事做题目啦，因为美国咱去宣布了后啊，伊五院还搁伫个像什么体统啊哈，还搁政府嘛，他是管理当局，所以这是我的预测啦，就是五院慢慢会消失啦，啊无咱要安那执政？常常讲个法院拢用开个呢，啊迄个法院敢有效？拢是咧判台湾人尔嘛。较紧哦，结束好无？咱无需要讲为着台湾人，伊虽然伫遐坐咧吼，表面上为足侪台湾人啦，但是实质上啦，啊，对咱台湾人足无利益个啦，因为伊愈执政，咱是愈凄惨啦，安尼啊，啊，所以讲我知影个代志，就是讲金门个长官公署已经起好，大学也起好。你内底入网络当调，宋楚瑜住个所在嘛有上出来伫平潭岛，那么他们的加步加快脚步，因爱整队啊，较会当互你台湾人对过迄警官公司遐，警官公司迄金门遐过去坐位，是毋是安尼？但是你顶官都无爱明讲啊，伊就是要互遮。咱的老百姓哥继续猜测啊，我们还是政府安尼哥作用的，我还搁要甲恁抽水啊，哦，所以我们如果履行证件，哦对啊，拄则讲啊，我嘛有看咱的律师翕相呢，加引导呢，啊，咱开会了就送出去啊，送出去，依照咱前边台湾政府申请。2月2号开始通知我们申请，3月15号咱就申请成功，大概一个多月嘛，哈。咱这边送出去，挂咱办旅行证件，应该以秘书长预测3个月，咱就摕到啊。摕到有欢喜无？正式的政府啊呢，是不是？无靠这旅行证件，那么接触了哈。3个月呢？啊，因还搁伫啊在什么立法院？俺敢无对咱吼，足无差不多的，对唔对？吼、哦，足敢记录的呢吼，伊、哦、趁早要结束啦。啊，即马搁伫啊讲什么征兵不征兵？伊都讲84年出的，明年开始，甲算起来到明年就截止嘛。啊，即马募兵讲募无人啦，咁么延后2年。这两年吼，连募兵、连征兵拢袂使啦，因为安那有新政府要起来啊嘛，募什么兵？啊，做阮基山迄个基啊兵较好啦。啊，话讲哦，6万人哦，讲啥物？哦，会知我看新闻嘛？6万人要做兵，爱讲嗲哦，哇，安尼有缓冲呢，阮拢有啥物问题？戆到要白白上，台湾人遐爱做兵吗？我拢叫人拖较慢的啊！你搁去注册去读册啦，搁读一档啊吼，唔免做兵啦。啊，未做兵是要创啥？要孝敬啥？还是讲即摆去做阿伯啊？咱有要讨赔偿嘛吼？然后算讲个讨赔偿，我看会当讨真济啦。安尼嘛是当作趁钱也无要紧啦吼。啊，若无卖遐爱做啦，吼啊，所以讲。欸，咱讲这个胎教讲到伤侪去啊，无，讲到伊拢题外话去啊，吼。所以讲，父母亲的品德是孩子宝贵的财富啦。所以咱为今啊开始吼，咱家己啊要讲一挂无正当的话，嘛是卖囡仔头前讲啦。啊，人若是讲，爸爸你较早都无食正经，今啊开正经。恁爸即马大官嘞，吼、哦，对唔对？吼、哦，无相共哦。我即马是要做人民的表率嘛，吼、哦，
所以我袂使阁讲粗鲁话啊！啊，你即马去吼，嘛爱乖乖听爸爸的，无出去，恁爸即位会去予人笑呢？讲啊，家己囡仔都教无好啊，要安怎教别人？对不对？所以吼，我讲的这个课虽然足简单，回去做了真艰苦。啊，唔好骂我嘿，是不是安尼？袂吼？吼，但是吼，我相信几个月了后，你若安尼照安尼教做吼。等你们再带人来上课的时候，哈，你来讲，会长，我们全家全部改革了，我们做好了，啊，我也足欢喜的，哈，因为阮家哦，总共两个查某囝，我三个人尔，所以阮很好改革啊，阮若讲好就好了，啊，因为哦，我前较早我有在注意这個，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课？前半段的课很重要。因为阮是善良人的祖囝，住在山顶，对啊，一路自己走来。人家用走的，我们用爬的。敢若要要求一个讲读夜间部，我要阁做护士，我要讲大到要食，都无人要请。但是做甲，予人讲，即马五十年来啊，你去左营区公所头前，迄郭检验科，你问看卖啊，讲恁请迄个阿祖生做安怎？八月半拢要在送大饼给我，真正，阮老爸教育改严，啊，阮嘛足认真，一路走来到医学院毕业，我都是家己去读的啦，吼、哦，半工半读，啊，话讲上面是拢是胡说，还是讲迷信？我很相信，我去做人，阮一个朋友无代无志，讲叫一个卜鸟仔过来。好，来甲我搏一下。哦，夭壽咧！我个上贵，阮朋友拢两块。迄阵啊，米一斗吼十二块尔咧，因两块啊二十块。啊，二十块，几斗米你敢知？几斗米嘛，贵啊平地啊咧。啊，我讲啊，我要问我有读册命无尔？我都上爱读册，即一生我要读册尔啦。伊讲你无读册命，我死啊！啊，我无读册命，你甲我看阁无？啊，会当改变无？讲唔免改变啊！阿伯啊，你学历足悬啊！废话，古早时代较有迄个可能想到讲会学历足大。欸，啊，我乱混，也是医学院毕业吼。过一遍蒋纬国要带我去美国十七天会当摕博士啦。啊，因为吼，就惊讲转啊，佫损失足大个吼，都无去无我即妈妈郭博士呢。所以讲吼，咱人哪有机会呢吼？一定要把握，绝对不要失去。像这边买美国，我甲秘书长讲，要干报纸，我到出钱吼，唔忙叫我出国哈。伊讲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到上尾啊，一天讲，会长，你无去袂使。安尼哦，无去袂使，好。我甲阮查某囝讲，会使贷款无啊？哦，赶快去，赶快去，唔免贷款，可以，叫我较紧去。啊，我都要付上这个生活吼。迄嘛是福气咧，吼、哦！所以讲，每一个人伊的成功吼，唔、哦、是一般安尼你认真拍拼。我都在逮到机会，就是硬拼，啊，就起来嘛，吼、哦！恁有安尼经验无？一定有嘛，吼、哦！所以讲，咱逮到这个机会，一定要好好做，一定即马等下，像我讲安尼，照三遍讲，我有升大官无？然后讲话嘛爱升大官。卖凊彩讲讲的吼，对吼，一定要把自己先准备好。啊，咱有可能呢，伫这个我按啦吼，明年中我们一定会接到政权。我有灵感啦，啊，唔是通灵的啦，但是我依据讲，咱摕到旅行证件，因为秘书长四月。中国啊，就要来发新闻证，迄就分晓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迄上加乎你办几个月啊，你就一定爱看迄个政府啊，即个向那个时候就公开了啦。因就替咱来公开宣布啊嘛。中华民国要中国的人赶快来办。不中国的要去哪里？伊替咱宣传啊，咱就起来啊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咱准备到遐，年底到吼。安倍晋三吼，伊若改宪法通过，啊，皇帝来这样开嘴讲，
台湾是我的，啊，咱就好势啊嘛吼，哎，唔是迄种歹的好势哦吼，听好啊吼，咱就绝对成功了啦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爱乐观，为即摆去，咱爱足欢喜的，咱接到这块真正吼，我拢讲讲你世界吼去踅一百年，你拄无这个空头，对不对？你要凊彩讲安尼六天啊，开万六块食饭甲大安尼吼，正式公务人员阁是台湾民政府的大官呢，要对碰啊！哦，我欢喜甲拢收着，拢会困袂去呢，真正，所以我很拼哦。我吼、哦、台湾第一个事务所，阮家，我甲我的诊所机啊挂挂的，门床搬去后壁吼、哦，我的治疗床搬去后壁，剩一顶啦吼，伫休息用的尔。向来治疗免钱啊，我拢要办身份证倒啦。啊，差不多四个月患者死甲无半个啊，唔是真正死的哦，唔敢来啊。若无敢参加民政府哦，都不跟他讲话。啊，拢讲阿伯好啊，好啊好啊，我即马好啊，唔免过去啊。吼、哦，为公务员有一半个啊啦，但是以我讲的办法吼。是大家拢来参加啦，所以呢，要爱我的简单说明书可以向我拿，吼、哦，恁等下要安那购物，我一个人购千几个，吼、哦，我购物千几个办身份证，吼、哦，啊购物有八百个来上课，吼、哦，有八百个来上课，啊，所以咱秘书长讲啊啦，你爱有你的部署啊，你爱有你的幕僚啊，这足重要呢。阿伯，我一出来规关，你唔忙个，也无半个呢，你知无？你要做中官，你爱有你的部下嘛？啊，咱部下咧，咱家叫出来，是毋是较默契？阿伯要做代志较好势啊！我讲，那较袂闹亏，万一要家问，人嘛较袂出外口家你宣传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前一段一定是学习嘛，啊，学习无迄、那个。你家己的这个幕僚一定会出错啦，是不是安尼？你卖讲咱呐，每一个机构，包括国民党诶，啥物人随去做，拢绝对爱学习嘛。你若有家己的人，人家教便便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搁讲一个秘密互恁，有呐来听啦吼。我的朋友甲教诶，住财政部过。在石油公司在迄个刘生阿贵，伊讲，会长，伊拢叫我郭医师，免烦恼，两做官我改教一项，我以前拢安尼，我派去财政部遐吼，每一个部下叫伊来甲我报告，啊报告吼，我拢用录音机放喺拖底，拢改录起来，我吼当下放落听，我都会晓做啊，袂闹亏。安尼，这部阁讲予大家人做参考吼，阿伯也买录音机啦，叫伊来报告你这个工作怎么样做，啊，你进行到哪里，哪里要改革，啊，什么是好的，什么坏的，你拢爱讲予我听，啊，讲讲啊，我就知啊嘛，安尼无撇步嘛吼，啊，咱时间到啊吼，有机会，我希望讲吼，咱毕业了后有呐，常常回娘家啦，好不？哦，啊，咱定定当开讲啊，互相来研究安尼吼，啊，共同来提升，谢谢大家。请起立。起来。